假如零零后当了老师。这节课咱们继续昨天的内容，把书翻到第387页。还好没提作业的事儿。老师，昨天的作业张三发和王鹏他俩没交。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拿出打游戏的一点点时间把作业写上，非是不听啊！出去站着去。老师，我写了，我放在课代表桌上，他忘记收了。哎，老师，我也写了，我跟张三发放在一起的。我就说嘛，你俩平时多乖啊，怎么能不写作业呢？行了，回去做了吧。下课后把作业交上来。老师，他俩的作业是上课前抄的别人的。你跟他俩什么仇什么怨啊？给人一个台阶下不好吗？非得揭穿呀？就是。老师能不知道吗？用你爸爸呀。假如零零后当了老师。都别吵了，烦死了。三发，去厕所。啊，不去，我戒了。我还有一包辣条，你确定你不去？走。你们说这校长是不是有病？一天天的这规定那规定的，最近还不让人点外卖。你们说这让不让人活了还？老师，你好像个鬼一样的，你走路没声音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张三发他们跑去厕所抽烟了，好像还带了一包辣条。这抽就抽呗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又不是你们班主任，我操那心干啥呀？等等，你说辣条？哪里？去，马上把张三发给我叫过来，辣条必须没收。假如零零后当老师，木兰诗。唧唧复唧唧，完了，这怎么还忘词了呢？来，抽个同学上来读一下。玩，老师抽我玩。我知道你会，你坐下消停会儿。我抽个不会的。别抽我，别抽我。来来来，张三花别藏了，就你。唧唧复唧唧。你这背的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写的吧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到饭点了，给你们提前5分钟下课，赶紧去食堂占个座。耶、yeah, ，nice。老师，你还没布置作业呢。啊，你不说话，你那个啊，就你机灵，这么想写，我就给你一个人布置，你把今天的课文抄10遍，干得漂亮。假如零零后当老师。好了，都安静安静，这个寒假都过得挺愉快的吧？一点也不愉快，这放假时间也太短了吧？我游戏还没打够呢。就是嘛，这一个寒假呢，那够谁玩的呀？你俩快闭麦吧，跟你俩打游戏我王者都掉到白金了。这能怪我吗？是王鹏太菜了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玩个瑶，你出6把电刀，你还说我菜呢？都别吵了。老师，该检查寒假作业了。老师，你不是说陪你打游戏就不用检查作业了吗？我有说过吗？不太可能吧？这就是老师怎么可能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？老师，他俩指定没写，你先检查他们呢。我不累，我看就属你叫的最欢，最先检查的就是你的。对，就该好好给他检查检查。老师，寒假作业被我爸弄丢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给你带了几斤铁过来。指定比废纸卖的贵。哪里？你说啥呢？老师是那种人吗？我怎么可能拿你们的寒假作业拿去卖废品、啊？有没有废品？没有，我走了、啊。等等，多少钱一斤？假如零零后当老师，我告诉你，刚刚也就是你拦着我，否则今天我要不把他们奥利给打出来，我都不叫张三发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俩双拳也难敌四手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指定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呀，张三发这是咋的啦？这不会是让人揍了吧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管好你自己得了。哼，活该。这节课咱们讲老师课间操的时候，张三发跟人打架去了。你怎么一天天老打小报告呢？你来学校不是学习来的吧？当间谍来吧你？就是，你嘴怎么那么碎呢？张三发站起来，这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老师你看呐、啊，都快被打成熊猫眼了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输了呀。我问你了吗？我上课你老插什么嘴呀、啊？出去站去，其他人跟我走，替三发找场子去。嗯 ，nice， 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假如你的老师是零零后，来，咱们抽一位同学自由背诵一首古诗。老师我来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行了行了，你这背的是啥呀？没得一点感情。张三发，
你给他展示一首。夜巴黎 MC 魏小然，你在巴黎某个角落陪某人在看日落，可我却是唯唯诺诺，始终敢当不敢做。好，张三发以后课代表你来当。接下来时间都自习吧。太棒了，王者峡谷走起。老师，张三发上课玩手机。你这上课老盯着别人干哈呀？夜巴黎会背了吗？还不会。那你还不抓紧背？还有你张三发，王者也不带我一个，赶紧拉我。假如九零后当老师。学校三令五申，多次强调不准点外卖，咱班今天谁有以身试法了？自己站出来。我早就跟你说在食堂吃点得了，你非要点外卖，这不完了吗？没事儿，那外卖名字不留着张学友吗？他能知道是谁呀？咱班同学应该没有敢告状的吧？都没人敢承认是吧？好，别让我查出来的。嘿嘿，这不省事儿了吗？我才不查呢。咱说食堂的饭确实难吃。老师，是张三发点的。嘿嘿，我这不又立大功了吗？你这咋还举报呢？这不给我找事儿做呢吗？可怜的三发，你要倒霉喽。张三发下午让家长来一趟学校。我是孤儿。假如你的老师是零零后三。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下节数学课给我们看电影。啊，你听谁说的呀？不太可能吧。这听说数学老师回家生孩子了，上节数学课隔壁班就在看电影。你们数学老师今天家里有事请假了，来不了，这节课给你们放个电影吧。嘿嘿，上节课没看完的刚好可以接着看。 Nice， 我说的没错，漂亮。老师，昨天语文课大家睡觉了都没讲课，我建议这节课上语文，不然咱都比别班落后了。这你说他是不是有点气儿啊？这孩子，你这么好学，老师真的好感动啊。那行吧，大家把语文书拿出来。假如你的老师是零零后四。昨天的作业出师表你会背了吗？不会啊，我背它干啥呀？你放心吧，这都快下课了，老师不会检查的。是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还剩一点时间让你们自习吧。老师，昨天的作业还没检查呢。你不会早点说，这不耽误我下班吗？那咱就不一一检查了，抽个同学背一下吧。我信你个鬼，你不是说不检查吗？这我哪知道课代表嘴这么欠。第五排第七个，这不能是我吧？我被点了好多回了都。我操！先帝创业未半。而中道奔除，今天下三分。行了，别背了，照你这速度，背完天都亮了。来，同桌接力。我让你低速，我看你是不是会背。